要直到何？笑是孝敬的笑，和是和气的和，这才是老祖先留下来的传统美德。那一天他对我说，对我说，做人不懂得笑就不懂得和，你和他和我，大家该怎样做，怎样做才能完成人生基本道德准则。笑和是美，笑和是德，华夏大地处处在传播。笑和是美，笑和是德，笑和之声传遍我中国。长者那就是孝，分孝心大家做，社会欢乐协和，这才是现代人完美人生真正美德。孝和是美，孝和是德，华夏大地处处在传播。孝和是美，孝和是德，孝和之声传遍我中国。孝和是美，传播孝和是美，孝和是德，孝和之声传遍我中国。